然后小梅你回来了，那个玩啥呀？还行吧，就人有点多。哦。那个没啥事儿，就是肯定累了吧？嗯、来，先整杯奶茶，哈，念一杯。没事没事，喝喝。呀，大长腿金景梦也回来了，又去购物了。哎呀，我来给你拿，我给你拿，别累到了。没啥事儿，那个就是今天又不是挺热的嘛，我特意给你买了个西瓜，让你们解解暑。那个赶紧坐，赶紧坐，赶紧坐，我给你们拿西瓜去。啊，西瓜来了。呀，都回来了。不会很迟啊，我那还有会呢。哎呀，那个有点难以启齿，不知道怎么说。不说我走了。哎哎，别说。那个，能不能把房租提前交一下？你们不是刚交过一年的吗？对啊，才交了。我说的是明年的。还有期？啊？提前一年交？不是啊，我这是让你们提前交房租，又不是那个啥，有区别的。啊，好嘞，好嘞。那个，谢谢老板，还是美女好，谢谢美女，谢谢，谢谢，早恋。那个啥，你们吃吧啊，吃好弄好之后把收拾一下啊。等一下，啊，你这一年房租都收了，要不然把家里面的家电设施都更新一下呗，都坏了好久了。不是什么就坏了，这是我当初买了那些不是那个精挑细选的呢。这凑合着用嘛，那个热水器换了你就那个热水壶烧，然后那个空调呢你到我房间拿个小风扇，然后你那个冰箱呢就是那个少吃点凉的，对身体不好啊，就这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，你刚刚收我们房租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，你都敢收一年房租，我们让你换个家电怎么了？就是不是这是哪儿？合肥的京东电器超级体验店啊，里面一站式购物体验，涵盖家电、家居、家装、手机、潮流、数码等，反正家里要买的这里都有。那个我都是不说，我上厕所去。哎，跑！啊，你俩不买东西来这干嘛？先买呀，快啊！啊？我们去看看，走。不是，那你俩玩，我找他们去了。哎，站住！你们是不是故意的？我刚说点房租就被你们榨干了。就是这么点了，你们是不是见不着我好，见不着兜里能有点钱？男人不能有钱啊，有钱就变坏。不是，我喜不喜欢关你什么事啊？